纯天然驱蚊配方，蚊虫自动滚出去。其实它有一个像百叶窗的，哦，它可以调哎，只要摆在窗户哦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门口，它会自然形成一个屏障。所以蚊子在靠近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味道它不喜欢，它就跑出去了。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半，请收看《美凤有约》，由万事益冷气冠名赞助。